众朋友会为了感谢三年多粉丝的支持，我们将在除夕当晚的9点，然后发出1万元的红包回馈给粉丝。我们的 QR code 已经在画面上喽。那我们也可以抢吗？当然，我现在有把它抢回来。1万元。哎，订了吗？第一题的话是林口的水蜜桃，他说他跟男友交往2年多，一直以来都觉得男友非常体贴，私讯他的时候马上回，不会找不到人按摩不嫌累。因为我本身有点忧郁的倾向，所以很多时候他都陪我走过来。但最近有一次看他手机的时候，发现他跟同事在那边抱怨我的个性不成熟，爱生气，甚至讨论哪个女同事很正，穿热裤很好看，他觉得很难过。他想要问他男友是不是双面人。这很还好哎、欸，这件事很小哎、欸，小微乎其微，对啊，没有你总会讨论到别人吧？对，而且一定会抱怨一下另外一半。对，就是真是。会吗？那你现在来抱怨一下另外一半，快点，另外一半怎么了？头发，因为只有你有头发，三位里面只有你呢。因为让我很 care 这个上床，就没洗澡就上床，吓我一跳。对啊，好亲切啊，直接上床。我说没洗澡就碰到床，没有，我觉得他总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讲这件事情吧，出口，他对你没有表现出来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你还找到他的人呢，他没有消失，还会帮忙按摩。对呀、啊，真的，不要送我，我觉得我也觉得很 OK。对啊，我觉得很 OK。他不是跟别人聊天或什么的，但是呢，是要告诉你一个如何抱怨不被另外一半发现。什么？我为什么推荐它呢？因为呢，它里面有一个功能非常的厉害，就是叫悄悄话。哇，很棒！对，而且就是你等于说你传出去的时候，比如说一个秒数，它就会不见。嗯，对，但是它还可以选秒数，我觉得超棒。有什么？有一个30秒、1分钟，它还有一个1秒的，就是还没读完，就不见了。1秒怎么看？它真的有一秒的选项哦，那打来故事，看猜你有没有认真在跟我聊天？太难了吧！有没有人就是有切身之痛啊？说到这个，我就要讲一个故事。因为我身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挚友，然后因为他是我们这一辈中比较早结婚的，然后呢，他当时很爱这个老公，但因为那个老公事业刚起步，然后他就想说好辛苦，因为他当时也是有点怀孕，嗯，有点怀孕，没有一点，对，就是他大概2、3个月那个时候。肚子还没有很大的时候，然后他老公就是想要做很多新，就是那种创业这样，然后他老婆也只能就是去帮忙这样，但是他就是不时夜深人静就跟姐妹抱怨，姐妹一定要说哎、欸、怎么样幸福吗什么，他就说好累哦，好像觉得这样子的之类，就开玩笑，小抱怨的，就是微抱怨应该还好吧，但也没有要真的要离婚啊。然后后来他老公就是不小心看到那个讯息跳出来，然后就打开，然后就马上把我朋友叫起来说。传到什么意思？你觉得你嫁错人了吗？然后就这样打他一巴掌，真的嫁错了 ！Oh my god！ 然后那时候家暴，我然后就我那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然后就哭这样，当然要哭，我气到，我就说请你马上离婚。可是他那时候有一点怀孕了，对呀，你就是怀孕了，不是？后来他就回来跟我们抱怨，就是哭一哭，哭一哭之后。后来老公就好，因为老公只是当时，因为他创业压力也蛮大，只是刚好又加上那个留言，他就觉得，所以我觉得人都有情绪是很正常，这时候就要用到我们悄悄话的东西。真的耶，真的耶，我看拿来抱怨真的是非常好。但是我觉得，譬如说，如果我今天我嫁人，然后对方说我觉得我娶错老婆，我看了也会很难过。啊？可是假设你真的那阵子也是很艰辛，就是都知道彼此，所以这时候要悄悄话，真的要悄悄话了。他不是对，他不是背叛或什么的，对啊，跟想要抱怨主管的事情也是一样。对，然后我说那很白目哎，但其实我没有讨厌，就是可能那个事件，那个 moment。比如说情侣吵架，有时候会觉得对方怎么会就是很顽固或什么的。对啊，那种要分手跟亲朋好友抱怨，然后就另一半还看到。对啊，就会他说我们另外一半会看你手机哦。就有时候不敢看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你在你朋友眼里，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。”以后需要用悄悄话。对啊，悄悄话。直接以外，悄悄话。我觉得悄悄话很实用，很实用。Baby， 你应该记得今天什么重要日子吧？当然记得啊，怎么能忘记这么重要？是2周年嘛？你刚刚偷了小赖？怎么可能？
很好，你总算记得了。但是千万不要拿去做不人道的事情哦。真的。对，在那边说，如果我们是说抱怨可以用，如果你拿去偷情的话，不会有报应。吸引力法则会有报应，怎么样你就会遇到，会有报应。那除了这个悄悄话功能啊，因为最近快要过年了 ，JLO 还有一个可以发红包的功能，给这个不在我们身边的长辈，你可以趁这个过年的时候发钱给他。对，棒的，这个蛮棒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也想要问，你们过年都会发给那个长辈多少钱？用现金啊？不用啊，我也是用现金。你们都给多少？我也蛮想知道的。这个可以讲？可以吧 ？OK， 36000。哇塞！好孝顺哦。你说爸妈的各36000吗？对，各36000，哇塞！你不是也是？你不是也是那个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故事蛮励志，顺便讲一下。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年，我有就是工作薪水很少，就是22000，然后被扣完成是20多，有22000。有啊，我领过。真的很多人都领22000。对啊，你刚刚那个话要说我。对，不是我说，其实看不起吗？不会啊，你这个话，我说现在政府还 OK 了。现在。那个主管，然后他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过年都包红包给你爸妈多少？”我就说：“哦，因为我没什么钱，就一个人就包16002000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啊，你这么穷，包那么少？”然后他是真的鄙视的表情。Yeah, 然后我那一幕我就是记了十几年。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人就是包三六，不过我跟那主管没联络。对啊，对，我现在一人包三六。爸妈联络。爸妈联络这故事。爸妈没有人知道的故事，因为被鄙视的事情我都会记得。真的。对，我就觉得要努力赚钱。爸妈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，就是当我们包给他们这么多钱，他们就会拿那些钱去包给其他人的小孩。八蛋。对耶。真的是这样，所以我你知道吗？我每次给红包很聪明，我一定是初五之后我才给。哦，玩越玩越。我要学起来，因为初五之后不会再见到任何亲戚。哎，我每次真的都是看我妈，我给我妈红包，然后她包给这对，然后包给超大包，对，说我的钱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一集呢，我要帮你讨回公道，因为我发现我们节目开播以来呢，我们节目开播几年了？三年。至少是不是从一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，然后 SK2 的钱是没还，是真的没还，是真的没还。我告诉你，每一次提起，他就说我等下给你，然后我永远都不见，然后我真的都会忘记。你就在那边。你知道这件事，因为我自己这帮你，然后那另一半就是他有来跟我们一起录影，然后他还说。欸，要不要你？他说你那3000你有带吗？我说啊，我忘记了。他要不要我先帮你给他？他还记得青春露吗？他也跟着记得这件事情。对，你看这时候，JLO 就派上用场。今天没带现金，因为他就是永远不带现金那个人，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死不带现金。对啊，怎么？我刚以后吃饭说没带钱包，再也不是借口了。对，他们就说啊，我没带钱。连接你的信用卡全部给我汇过来。对，我现在会，现在会。我刚刚我人很好，会给我两千，真假的啦，送你17000的青春露。那我托你帮我买个7000金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再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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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买个10罐，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又想说好像很好，因为我买一个超大罐，哦、他会过敏，7000-8000。我用大过敏，帮我买6罐啊！要啊！我过敏，我不会再买第二次。我先要拿这过敏，直接转手卖给他，全新。有了，我收到了。好厉害！剪开，哇！超方便！开播3年，总算还钱了。终于拿到钱，总算还钱。好感人，总算还钱了。对呀，超累呀！你们有没有遇过一种人，就是吃饭的时候老是说忘记带钱包，超多，说下次给，超多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都没有给哦。这样子他有印象吗？我没有，好像经常、欸，不是我啦，很多这种状况啊，很多这种人呢、啊，你可以先帮我付一下，我等下给你。对，然后就是就忘了，就会很难去跟他要啊，要啊，怎么要很难呢、欸？用钱要，用钱要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会忘，我说我会忘记跟那个人要。哦，对，所以一定要压着钱。我都会不好意思要，就算了。对啊，就很烦。而且你知道还有一种人，就是说什么，譬如说那天唱歌850，然后他就说我身上只有0钱300，然后就丢300出来。这个超不 OK 的，这种人超多的哎、啊。他意思他可能身上1000块，他不想找你，我可以送你150啊。你不能当那个收钱的。不是啊，这朋友很值得封杀、欸。不是朋友，就是那种朋友，朋友不知道啥小。就朋友的朋友，就局那种王八蛋男生啊。男生，男生啊，背后说你直接烂掉，哇，很歪耶，很歪，超歪的、啊，就没烂
手臂摔了。欠一辈子，不要给他。JLO 从1月17到过年时间呢，有两个活动，然后呢，只要打开 JLO 这个软体呢，就可以抽红包再现金。而且呢，厉害的是现在呢，你只要用 JLO 发红包给身边的亲朋好友，还有机会获得随机抽签送你100万现金。好棒啊！那详情呢，都请上我们的官方粉丝团查询。没错，而且我们中华会为了感谢3年多粉丝的支持，我们将在除夕当晚的9点，然后发出1万元的红包回馈给粉丝。我们的 QR code 已经在画面上了，赶快下载加入，就可以在当天参加抢红包的活动了。那我们也可以抢吗？当然，我希望有把它抢。内定，我刚刚你们抢到一万元，怎么？你说一个人独得一万啊？都可以，随机，我随机发放。你怎么随机？怎么随机？他在里面可以设定啊，红包发放随机的，你只要抢到，所以都有可能。大家赶紧下载抽红包，拜。